所以我们一次车列车长在做列车安全防护。目前我们抢修列车已经抵达事故现场。然后在我们的抢修列车抵达事故现场后，由机务组长进行行前教育及劳工安全教育。好，各位抢修兄弟啊，我们目前一次车目前发生了两轴出轨，必须进行我们的一个抢修工作。我们抢修工作预计要使用液压顶升机，所以等一下准备一下液压顶升机。等一下在做抢修动作的时候，请注意劳工安全，注意车辆在移动的时候的一些安全。好，报告器。